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宇飞，很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项。我和我的另外两位组员曾轶可和李佳薇很遗憾没有能够来到现场，再次感谢组委会对于我们的鼓励和肯定，也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李佳佳老师。祝大家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。It's really honored. Thank you.